过去市场去寻求大家的支持。那其实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说，过去三年半来，我们民进党在政策上面，在改革上面，其实有非常多的进步。那我想台下的大家，其实很多人也都是有感的，像我们的减税、加薪，还有就是针对小型摊商，其实也都有着相应的政策。像现在市府观光夜市能够使用的那个促进旅游的永远，其实也是我们小英总统的政策。那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小英总统同志们这三年来过半的国会不断努力加持的结果，所以也再拜托大家再继续支持我们民进党。怎么了？啊！再来我听。评我这边也是要再次的拜托啦，因为我这次其实是整个民进党里面推荐参选最年轻的候选人，我今年21岁，就是底下大家也都知道，27，哇，好大口误，27岁跟21岁还不能选，23岁才可以选。我今年27岁啦，那也是最年轻的候选人。我刚才其实雅玲议员也有介绍到说，我过去一直都在林昌州委员那边当助理，那所以如果大家支持我的话，明年1月进国会，我一定能够是很好的即战力，一定不用任何的练习，任何的流程，我就可以马上来为大家服务，也恳请大家支持。所以最后我还是要拜托大家，我们的总统一定要支持我们的蔡英文，立委支持赖品妤，政党票投给民进党。再次拜托大家，让我们去当选，好不好？谢谢，我相信今天的单台今天。咱两个女主角拢在咱台顶，咱即马嘛一定爱用咱上温暖的婆声，上热情的婆声，鼓励咱的小英总统来，拜托用咱上温暖的婆声鼓励咱的小英总统。首先咱来多谢咱的贾助理给咱有这个机会来跟咱玄天上帝拜拜祈求咱的心灵会使保佑咱大家，互大家平安顺遂啦吼。啊，另外咱叫两位女性的会长哦，而且我还注意到我下面好多个女性的里长，那个戏子是怎么了？都是女人当家。啊，这个前面一排都是女生哎，啊那边也是。哦，你们是水当的、啊、哦，很好。我们后面有男生，我看到了。对，谢谢你们，谢谢。啊，我们谢谢我们周雅玲议员给我们担任司仪哈，还有我们张景豪议员也在这里，还有我们老牌的议员沈方慧也在这里啊。那我们在场的各位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因为我没有办法在大理，如果你们要看的话，快要6点钟了，你们不用吃晚饭吗？不要准备晚餐吗？哦，4点钟就煮了，所以你们就是可以自由活动的。哦，对不起哦，花了用这样的时间，因为有些人要煮晚饭，有些人要吃晚饭。但是还是看到有这么多人在这里哦，就欢喜啦！多谢大家，后边一定是后边咱中国朋友。啊，我在这里哦，从2010年就选举了，已经差不多选了10年了。啊，每个选举都有来信子，每一个选举都选新北市长。啊，第一届就是我们2012年的总统选举，啊，第三届嘞就是咱2016的选举，每一届都有来咱的戏子，啊，做总统了，你看我们嘛吼，有来过，但是没有跟大家这样的见面，所以我给你看到大家底下，我就欢迎了，大家好。我本来是讲，今嘛是上班下班，现在是下班的时候，大家应该都在忙。没想到来的时候，居然有这么多人在这里，有点让我感到意外了哈。但是意外归意外，我还是很高兴看到大家，就欢迎啦，他们都被都算计啊啦。哈哈加油！谢谢，来跟我们各位的问道别了，好啊。我相信讲咱在朋友拢准备好啊啦吼，准备好未？准备好未？准备好啊！现在我们就是要走出来的时候，在最后一阶段，
我们要把所有的票都能够争取到。好的，在2020年1月11日的选举，我们可以拿到最高的票，拿到最漂亮的选举的结果。大家说好不好？啊，最重要的哈，今天来是赖品妤，要特别拜托大家，我要特别拜托大家支持赖品妤，蔡英文一票，赖品妤一票，好不好？他刚才说他是21岁，我惊死了。好，太紧张了，太紧张了啊！大家第一次认识他是什么时候？我就是学运的时候嘛，那就爬在一大堆椅子上的那个女生嘛，哈。啊，进来看到她是什么时候？啊，看到麦克风，奇怪，为什么都是这样的印象呢？但是她这个一鞠躬碰到麦克风，大家都认得她的了，哈。太紧张了啦！啊，太紧张了啦，哈。她今天紧张到她自己主持人都讲到20岁。不过她虽然紧张，可是她是有经验的女生，她的国会的经验，还有处理这个社会运动，还有政治的运动的事情，她都有经验。那我们昨天都有看那个，我们昨天都有看棒球嘛，对不对？有看棒球的举手，有看棒球的举手，哎，你比较少呢，这边拢有看啦哈。哎，我也有看，我也蛮紧张的哈。我们真的觉得很骄傲，台湾人真是英雄出少年，白宫新剧。那这里我们要给这年轻人机会，大家说好不好？我跟大家说，我们给年轻人机会，让他们能够有机会来接受我们的训练历练，然后将来有一天能够撑起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责任，大家说好不好？所以赖品妤，我看她是很活泼的，而且就不赖了。我听说她现在哦，街头、路口、菜市场，一拢去啦，哈、哦。啊，我算新北起进的时候，我跑了100个菜市场了。所以给她的任务呢，是这里所有的菜市场，她都要跑过一遍了，哈、哦。也拜托我们徐当当拜那个给她一下，可以吗？没问题。啊。这个一定是很大的了哈，一定是充满的理想跟改革的理念，让他代表我们戏子的人在国会里面有一个改革，有一个新的力量，白宫好不好？好，好不好？而且我们戏子在地的很多的需求，尤其是交通的需求哈，我们也都把它交给赖品妤，让他在国会里面替我们争取啊，你好不好？好。啊，我相信在地议员都会跟他一起合作了，对不对？我们一起组成一个团队，让戏子在国会有最好的代表，大家好不好？啊，总统还是我做的哈。再给蔡英文4年，好不好？总统还是我做了哈。我继续做总统，只要我们戏子有的需求，我们都会认真的来争取，认真的来处理，好不好？那我们请赖品妤做大家的代言人，好不好？好。他进入立法院，戏子这两个字一定会变得非常的响亮啊！啊，你想想看，他一个鞠躬就给全国的人都认得他，所以他进入立法院以后，所有的人都会注意到说，哦，戏子在这里，好，那我们戏子人有什么心声，立法院都听得到，总统也一定听得到，来，你好吗？好。啊，我们，执政3年多以来，哈，我被个逮过过，我们执政团队确实是很认真，也很用功，那也很贴近民意，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很多人都很有感受。很多赖品妤有提到过，我们的减税是台湾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减税啊。今年报税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我去年赚的比较多，我今年缴的比较少啊。尤其是年轻人，一年薪水40万以下，收入40万以下的，我们都不用缴税啊。
啊，年轻的爸爸妈妈的扣底额都很高啊，哈、哦，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像这样子的政府，就是因为我们经济有发展，国家收入有增加，所以我们就让我们的全民来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大家讲好不好？这个就是政府会觉得说，我拼经济有成绩，我跟我们的人民共享。啊，我们也有好的政策来照顾我们的老年人。我们长照2.0，大家都有听到过嘛，对不对？就是在我们的社区里，我们在家里，我们有长照服务来照顾我们的老人家嘛。那我们希望能够持续的增加预算，让更多的老人家得到更好的照顾。大家公好不好？我们在执政开始的时候，只有50亿的预算。我们每一年都增加预算，我们明年的预算是400亿，要照顾人家，大家说好不好？我们也照顾小朋友啊，0到6岁小朋友做总统的时候，全国的预算是200亿，但是现在已经600亿了，哎，你说好不好？蔡英文继续做总统，我们继续的增加对小朋友的照顾，大家说好不好？0到6岁的小朋友，我们都照顾，让他们可以快乐、安全的成长，让年轻的爸爸妈妈可以减轻负担。大家说好不好？好，这就是我的责任了。所以，我们年轻人要结婚的赶快去结婚，要生小孩的赶快生，要敢生敢养，因为国家跟你一起养，好不好？好。我那个感动，我们的经济真的不错，我们的经济成长率。今年第一、第二、第三季都四小龙第一名，我们的第四季也预期会是四小龙第一名。哎，各位好久没听到四小龙第一名了嘛哈？那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经济表现？因为我们过去3年的基础打得好嘛，我们这个基础会继续的让我们台湾在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有持续的动能嘛。那现在很多人都投资台湾，为什么要投资台湾？因为台湾是最好的投资的地方嘛。很多人来台湾投资，我都问他们说为什么来台湾投资，他们说这里是最好的投资地方。为什么？因为这里的人民很友善嘛，有民主有自由嘛，啊，政府有决心要帮助投资人嘛，所以我们现在的投资是非常非常的多，这些投资潮也会让台湾的经济越来越好，大家说好不好？所以再给蔡英文4年，台湾的经济会越来越好，好不好？再给蔡英文4年，我们老人家的照顾会越来越好，好不好？再给蔡英文4年，我们对小朋友的照顾会越来越好，好不好？再给蔡英文4年，我们的国防会越来越强，好不好？再给蔡英文4年，我们的民主自由会更多，好不好？啊，我们结论已经出来了，就是投蔡英文一票嘛，对不对？对不对？那我们投赖品一票，好不好？你记得蔡英文一票，赖品一票，好不好？但是你也不能排除一个可能性，说赖品一个票比我多了，是吧？就赖品一票，蔡英文一票，好不好？我们陪我们的年轻世代，让他们可以挑起未来国家的责任，把他们送进立法院，好不好？好。啊，大家都说好了，今天神明也在这里，都听到了。啊？没有，神明都听到了啦，听力一定不错的啦。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到1月11号，我们总动员一定要成功，好不好？好。啊，还记得还一件事，讲讲有没有问题？政党票要投给民主进步党，好不好？好。啊，大家谢谢，谢谢。